演唱的这位歌手，他的声音，不管你是专业的音乐制作人，还就是一个普通的爱音乐的听众，你都没有办法忽略他。我们掌声欢迎到华语流行乐坛的新生代天后张靓颖。你是我一生。
要欣赏，只不是假象，失去的不够吗？何苦要成长，来把所有的对错都解放，都渴望，都失望，不过是我的模样。太多诱惑身边，混乱纠结，绕了一大圈圈，回到原点，一生不过就必须要收敛，放肆的大笑，不管以后会怎样。不需要欣赏，只都是假象，失去的不够吗？何苦要成长，来把所有的对错都解放，都渴望，都失望，不过是我的模样。谢谢。随着亮颖的演出，今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要颁发的就是今天晚上的两个压轴奖项。是，我们要颁发的将会是2012年度最具影响力组合和最具影响力歌手。而同样，我们要请到为我们揭晓这两个奖项的嘉宾呢，他们是因为音乐而追梦，现在也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。